来提醒一下，现在在游行队伍中的民众哈，请尽量哈往前移动，往前移动，跟前方的民众不要保持太长的间隔哈，因为等一下出去之后就被拦虎了哈。来重复广播，重复广播，现在在游行队伍中的民众哈，请尽量往前移动，往前移动哈，不要间隔太长，不要跟其他民众间隔太长，谢谢。是游行团队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Gino。今年是飞行第一次来参加台湾的同志游行，那作为一个台湾的本土着重的企业，飞行要相信多元多元多元绝对是让台湾很屌很美好的关键，毕竟要是没有多元的话，今天游行就办不起来了，然后就没有 camp party 也没有 promosa 了，怎么办？晚上也不能去黄顶泡汤了，怎么办？所以感谢台湾如此的多元。那飞行价格如果是还没有认识的朋友，介绍一下，它是一个工作环境极度友善的，非常非常友善的本土企业。飞行价格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本土企业。那很多人对飞行的投资呢，就是东西购物的时候都要用到的，它的购物的功能。飞行价格，哎，我的鞋还买到我的，要不要可以往上上？可以，那我们要上去。来，高级名车经过请小心，高级经过名高级名车经过请小心。跟在队伍的后面没有关系，小心自己的安全哦。他就说今天累哦，干。累死我了，讲话好我累干。哎，如果你们想要加入游艇的话，可以跟在队伍的后面哈，已经没有车子了，已经不会再有车子出来了哈。你们想要加入游艇的话，可以跟在游艇的队伍后面移动哈。如果你们想要加入游行的话，可以走中间的快车道，快车道我们有申请路权，我们有申请路权，整条快车道都是我们的哈。好，请小心自己的安全。如果你们想要加入游行的话，游行队伍请往东边靠，游行队伍请往东边靠，我们有申请路权，整条快车道都是我们的，整条快车道都是我们的哈。如果你们想要加入游行队伍的话，可以往中间移动哈。如果你们想要加入游行队伍的话，可以往中间移动。你们已经快要脱队了哈，你们已经是最后面的，后面没有车子了。如果你们想要加入游行队伍的话，可以往前面移动哦。如果你们想要加入游行队伍的话，可以往中间移动哈。我们的游行的花车已经全部都结束了，所以请你们赶快跟上队伍哈。如果你们想要加入游行的话，可以赶快跟上队伍哈。能够像走在这条路的机会不多了哈。